看女装视频。我们前面说要送火箭的呢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嗯，还没画好啊，现在才刚开始，要画好久。哇，谢谢节外生枝的飞机，谢谢节外生枝。不看不看。哇！谢谢果条果的飞机啊！谢谢果条果的飞机！谢！我操，刚刚没看见，对不起对不起！谢！我与大给个誓言！谢谢果条果的飞机！哇！谢谢小朋友的两架飞机！谢！谢谢小朋友的两架飞机，谢！中午好，中午好，谢！哎呦，怎么突然会天天弹出来的这些东西？我都已经用火龙那啥了，是不是要那啥呀？真的卸载呀？我已经用那个火龙的什么拦截了，这个。肯定会有这种广告弹出，这蜘蛛走到哪里去卡住了。小龙给他们买。哎，你上早了呀！哎呀！哎，他这波真的不能怪我，这波。哎，这波真不能怪我，他上早了，我操，他没等我就上了，然后他被秒了，那杰斯又闪现。不然我们可以杀杰斯的。哎，别，他们多个人，走。我的 TP 上线，不然塔没了。我操，大自己！nice， 贼阴险。
睡不上就算了啊，我就不睡了，是不？哎，可惜大龙不在，就大龙队员没了，就算了算了算了，其实没啥，我这不看皇子不在，我就开了，我皇子第一时间在上呢，我就直接开了，不管了，我们抢河线，是不？没事，打赢一波是一波，是不是？真攒点中计，现在。他妈心态崩了，还有对不起，我没过来就好了，感觉。我第一个 E 没 E 过去，我撞墙了，我其实想过去换杰斯的，强行杀杰斯的，能打赢吗？是不？我定住了，我只能跟他换了，对不起。感觉还能打，我一根杰斯死了，他们最辅助重要的兄弟死了，凤凰一死，对面就没了，可以。杰斯有没有 T 啊？杰斯。能打吗？感觉。杰斯要是有 T 我们就完了，不过应该来得及，感觉就我可以出来，我得赶紧过去，我怕过去的有点慢，还行，杰斯没 T，
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下脚小龙了。这长打长的牛逼，这能一波吗？这把鳄鱼有点顶，哇操！